新北市生命性的快讯国际赛组会和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合招到全台湾企业代表，骑乘到卡达车款台，募集到500万的善款，要来资助到各县市清寒的学生奖学金。63个人所组成的车队，伫咧21号时来到嘉义市，捐赠15万，来作为包括到前中国小、北横国小和北横国中3间学校弱势学童的奖学金，由嘉义市长吴炳奎代表伫咧款台正式顶头等因啊来做见证，同时来颁奖的感谢状。国际赛组会和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的企业代表所组成的63个人款待送暖车队，在21号一透早来到嘉义市，市长吴炳奎亲自到现场欢迎，感谢赛组会和 IMC 全国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体美款待送爱心的公益活动，捐赠15万爱心的善款，和嘉义市3间学校的清寒合作。这63位的勇士带来的爱，给嘉义无限的温暖，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恩。这跟我们嘉义市的教育发展纲领、人文第一、科技相左、精致创新、国际视野，真的非常的吻合。而且这一次杨总监也特别带来了他们的目的，最主要第一个身体要健康，身体健康。第二个，环保。第二个环保，第三个反毒，第四个感恩的心。我想有他们也一样有4大的目标。我相信这一些带给大家事事如意，也希望我们用最大的爱还有智慧来把台湾人所有的爱心传达出去。由国际赛组会和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所发起的款待送暖行动，今年举办进入第4冬，已经募集新台币500万的善款，用运动来传达爱心，希望鼓励更多的人来加入帮助弱势团体的行列。嘉义市长吴炳奎代表伫咧款待正式顶头邓英娜做见证，同时嘛来颁奖的感谢状，受奖的学校嘛亲自出席来感谢的企业捐助善款。这一届体美款待送暖队3月20号对台中启动，等到11冬的骑行总公里数1800公里。会巡回全台19个县市，收费学校得有92间，受资助的学生900多位，希望会当借助跑针音乐来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怀弱势学生的教育资源，搁有环保、环保等等的议题。最新新闻就顶顺王秀生加以市采访报道。